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晚上平安。很高兴今天晚上我们能够又在线上一起来祷告。我们要感谢主，今天我们祷告会和我们的主题为赞美带来胜利。我们知道赞美是打开天国的大能，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在这个祷告会借着赞美，我们要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好，我们知道在不管环境如何，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知道带下那个胜利，彰显神奇妙的作为在当中。就如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和希拉，当他们因为福音缘故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们在那个环境的里面，他们呢发出了他们内心里面的赞美。虽然在这个监牢的里面，虽然被关锁的当中，他们没有埋怨神，他们没有说主啊救我，因为你是全能的神，他们也没有埋怨说主啊，我们为福音缘故如今如被遭关在监牢里面是很不公平。他们没有发埋怨，他们内心带着感恩，他们赞美。圣经告诉我们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二十五节，夜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唱诗赞美，他们不是小声的赞美，他们不是内心的赞美，他们是大声的赞美，甚至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当他们在这种环境的里面，当他们赞美神的时候，他们的赞美的声音达到神的宝座前，我们看到神何等的喜悦，神何等的满足。我们看到当他们越赞美的时候，神彰显他奇妙的作为在当中。在二十六节说，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我们要感谢主，因着他们大声的赞美，奇妙神迹发生在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困境里面，你感觉被困吗？你感觉问题很难处理吗？我们要开口大声的赞美，像保罗希拉一样的，我们欢呼赞美我们的神，称颂神的慈爱，他的信实，他的伟大。我们知道神必要做奇妙的工作，他必开道路。就好像耶撒法王，当他面对强大的敌人的时候，他呼吁以色列人禁食祷告，然后二十章二十一节历代之下如此说，耶撒法既与民商议了，就势力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衣服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当他们走在前面敬拜赞美称颂神的时候，称谢神的慈爱永远长存的时候，我们看到二十二节，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起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亚人和西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晚上我们要再一次的，我们要来唱诗，我们要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赞美的时候，神势力他的宝座在当中，神因着我们的赞美，神要打开天窗，哈利路亚。所以在诗篇九十五篇第一节说，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称谢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是我们的神，是大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超乎万神之上。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来向他欢呼，向我们的磐石来称颂称谢他，赞美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知道赞美能够带来了奇妙的胜利，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教会的里面。哈利路亚。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再一次用方言来祷告，我们在灵里面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今天晚上也鼓励弟兄姐妹们按着圣灵的感动来祷告。所以这时候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开口用方言来祷告，让圣灵再一次来充满我们，眺望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卡拉巴扬达拉拉巴苏，哦，拉巴扬达拉拉巴，库波伦达拉巴苏，杜扬达拉拉巴扬达，哦，拉
要欢呼，要来称颂你主，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你也是我们的神主。我们知道昨日直到永远，你永不改变，主。我们要谢谢你，你要悦纳今天我们所献上的赞美敬拜，主。我们要谢谢你，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Amen。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然后我们来欢呼，我们来赞美他，他已经战胜了一切的仇敌。哈利路亚。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之名行走全地，欢好消息宣告你居民，高举得胜的军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体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体大声欢呼。是的，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之名行走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居民，高举得胜的军旗，我们称谢你。耶和华是我力量，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之名行走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居民，高举得胜的军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所以我要欢呼，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成就，你是新生机的神，你是新生机的神，就是下盼望，下眼看见前面的一致，再也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新生机的神，就是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子，每个音讯都是在阿门。是的，我也要欢呼，给我们的神他做的伟大。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
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运气祝福将领导，我要得胜得胜宣告，更要恩典将领导，我要得胜得胜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得胜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天天赞美天天唱，我要高唱哈利路亚，我要唱，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基督你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宣告，主啊，你做的为王，你要在我们的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主，我们要感谢你，我们的盼望，我们的能力都在耶稣基督你的里面。主啊，你给我们的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主啊，因此我们要感谢称谢你。主，是的，主，我们要感谢你，你永永远远，主啊，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所投靠的磐石，你是我们的拯救。主啊，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主，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这时候我们来开口，来高声的来向神来称谢，我们来感谢他，我们来赞美他的属性，我们赞美我们的神，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赞美我们的神，他是那一位掌权的神，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他，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本为善，本为圣。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勇敢的开口来操练，来祷告，来赞美我们的神。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必要得着得胜的能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的。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信实的。我们赞美你，因为你赐给我们得胜。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爱我们。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要用我们的口全力的来赞美你。
主啊，我们要在众人中间来赞美你的圣名，主。我们晓得主耶和华，你就是我们的神。主啊，我们是属于你的。主啊，我们是主啊，你的子民。主啊，主耶稣，我们要带着赞美的祭进入主你的院。主啊，耶和华你本为善，主你的慈爱永远的长存，主你的信实永直到呢万代。主啊，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字祷告，阿们，阿们。我们的神啊，我们要将荣耀归于你，因你是耶和华，你是我们的旌旗，我们的胜利，我们你时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奉耶稣名祷告，阿们。是的，主啊，我们要向你献上赞美，主，在普天下要尊崇你，高处的天使也要赞美你，这夜星辰也要在你的面前欢喜歌唱。你所造的大地如此的美好，充满了喜悦和荣耀，得救的乐歌环绕着我们，即使在黑暗之处也有你的慈爱彰显。主啊，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荣耀你，我们将自己献上，让主你掌权。主啊，你来掌管我们，掌管这个宇宙，你是圣洁的，是用你的圣洁的赞美为宝座。主啊，每当在赞美你时，里面就觉得甘甜和温软。感谢你，让我们自由的能在你面前赞美你，同心合意的在弟兄姐妹能欢乐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因你本为善，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永远不改变。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哈利路亚，是的，我们来赞美他，我们来敬拜他。哈利路亚，我们要对主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要来尊敬敬拜他，因为他是尊贵荣耀的君王。哈利路亚，是的，在全地之上，一起来高举他。哈利路亚，尊贵荣耀君王，在全地之上，万民都喜乐，全地都喜乐，祝你万有荣光，黑暗都万民高声唱，起来高声唱，哦，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喜乐，祝你满有荣光，黑暗都躲藏，万民高声唱，起来高声唱，我神真伟大，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昔在永在的君王，昔在永在君王，将军愿人都改变，都存在天地间。你是三一真神，父子与
的羔羊，全能是羔羊，我生真伟大，歌颂你生名都要称颂你，谢谢你，舍丢姐妹。我继续用诗歌来高举他的名字，高举他为主。哈利路亚，他是全能的真神，是奇妙的安慰者。高举他。真的
鸟语，安慰者却难折寿。直到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他要掌权，他要以他的大能，他要他的权柄掌管一切。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宣告，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你要掌权在我们的环境的里面，在我们教会的里面，在我们的国家的里面。主，你要掌权。主，我们宣告，你是我们的王，主啊，你要率领我们在我们的各样的环境里面。当我们开口，当我们赞美，当我们高举你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主，你在前面，你要为我们开道路。主，我们知道，主，你怎么样为保罗希拉开道路，你怎么样为耶沙法在敌人面前，主，你怎么样的为他们施行奇妙的大能。主，你要在我们的环境里面，主，主，你要为我们行奇妙的事，主，因为你掌权。主啊，我们要感谢你，赞美你，主，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哈利路亚。这时候按照你的感动来宣告神的大能，宣告神的能力，宣告神奇妙的作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你，谢谢你，主。是的，主，你掌权，是的，主，你作王，是的，主，你掌管一切我们的环境和我们的未来。我们要宣告，主，你在我们当中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要宣告，主，你掌权直到永远。让我们深信神，你继续掌管我们的生命，引导我们，使我们心里能够时时刻刻称颂你的名字，因我们要赞美你。我们深信神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更大，因我们要赞美你，因你是配的，你是坐这为王直到永远的神。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哈利路亚。我们宣告，主啊，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是三一的真神，你永不改变。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是我们有感动，我们开口来宣告哈利路亚。是的，主，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主啊，你掌管天地万有，所有一切受造都在你的掌管里面。主啊，我们宣告，主啊，你要让这个福音的大收割要大大的临到我们的国土马来西亚。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有感动的，我们继续的开口来宣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你。是的，主耶稣，你是荣耀的王，你要再来，愿我们在赞美敬拜中等候你的再来。我们要欢呼，活山啊，活山啊，你是应当称颂的，你是应当被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盼望所有气息的都要来赞美敬拜耶和华，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感谢神，哈利路亚。这时候呢，好，我们继续的用方言来祷告，我们祷告圣灵再一次加恩典力量在我们身上。好，我们等一下呢也会按着感动的我们哦，好，来向神来呼求，哈利路亚。我们按着内心的感动来向神来祷告，围着教会继续的来向主来付出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时候我们拿一点水在灵里面再次来祷告，哈利路亚。是的呀，哒啦啦吧呀，哒啦啦吧卡吧吧吧吧呀。是的呀，哒啦啦吧呀，哒啦啦吧。让我们来为教会来祷告，哈利路亚。是的呀，哒啦啦吧，库库呀，哒啦啦吧，是的呀，哒啦啦吧呀，哒啦啦吧，库库呀，哒啦啦吧，是的呀，哒啦啦吧，卡吧吧吧呀。哦，拉巴呀，哒啦啦吧，是的呀，哒啦啦吧呀，哒啦啦吧，卡吧吧吧吧呀。我们要为教会的灵命复兴来祷告，我们求圣灵再次赐下他复兴的火，点燃在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生命的里面，让圣灵继续来眺望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灵命，再次把自己的奉当作活祭的献上。我们要祷告圣灵也这个为教会来祷告，让圣灵坚固弟兄姐妹们的心，让弟兄姐妹们的信心根基扎稳在神的话语的里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再次宣告，主，你的教会，主啊，要为你，主啊，大发热心。主，我们呼求你的圣灵在此刻，主啊，要降下你复兴的火在每一个你儿女们的身上，主啊，使你儿女们，主啊，得着你的复兴的能力，得着你的能力，主啊，力量，主啊，继续的，主啊，向前进。主，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字，圣灵里的火焰要浇灌在每个弟兄姐妹们的身上，个人的祷告祭坛要被建立起来，教会的祷告祭坛要被建立起来，家庭的祷告祭坛要被建立起来。圣灵里要哦，主啊，在每一间哦教会的里面，在每一个生命的里面，圣灵啊，你要做你更新的工作，圣灵你要做眺望的工作，你要做坚固的工作在当中。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哈利路亚，我们有感动的，这时候我们开口来为教会来祷告。哈利路亚，是的，拉巴亚诺。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知道，主，你自己在教会中掌权。主，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面前呼求，主啊，在这个疫情当中，你仍然在教会里面，主，使教会继续前进。主，我祷告，让你圣灵复兴的火，虽然我们每很多人没有办法去到教会，但是我们祷告，让你圣灵复兴的火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当我们追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主，你把这个复兴的火焰点燃在我们心中。主啊，让我们自己来寻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信徒自己来灵修，自己来祷告，在寻求你的时候得到你话语的时候，主，我们叫刚强。神啊，我们祷告，主啊，主，在这时候，主啊，教会何等需要圣灵你来再次来点燃这复兴的火把在我们一个人生命中。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恳求，主啊，你的福信要临到众教会，把你的真道赐给你众仆人，主啊，
叫我们满有勇气和胆量来宣传主你的真道，竭力的为主做忠心的见证。你觉得圣灵开导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使我们能在明白你的话语，在这个黑暗时代中做你无瑕疵的儿女。主啊，点燃我们对你爱的心，主啊，使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能站立起来，更有力量为主做工。又求主赐一颗爱的心给每一位众弟兄姐妹，开我们的眼睛看到你的荣美，开我们的耳朵听见你的声音，开我们的心扉明白你的旨意，在教会中忠心服侍你，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过近前圣洁的生活，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有感动，我们继续的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再请多一位为教会的复兴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你，哈利路亚。所以说我们要相信神你掌权，我们深信真在这个末后日子你要复兴主你的教会，我深信神你的教会要被充满，让每位弟兄姐妹的心要渴慕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主你的面，让我们知道神你继续要帮助弟兄姐妹有个渴慕仰望神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主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也祷告在这段这个疫情的当中，我们也祷告保守弟兄姐妹有个饥渴慕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主你的面，我们愿意谦卑我们自己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主你面的时候，我们深信主你必赐下主你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也祷告主你打开天窗窗户，倾倒各样的祝福临到主你孩子们的身上，是吧，让每一位主你孩子们有个敬畏你的心，分贝为圣，在这个面对各样的挑战的当中，我们深信神，我们的心是坚定的，仰望你的，依靠你的，永不离弃你的，因为我们知道神你的话语说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主你的看顾，你的保守，你的恩典，你的信心围绕着主你的百姓，也围着主你要围绕着主你的教会，在这个是在当中你要兴起更多主你的弟兄你的儿女们有个围着教会来带导，相信神在幕后日子主你的教会要被复兴起来，渴慕复兴的火要降临在主你的教会当中，为这一切来献上感恩的心，祷告奉主的名，阿们，阿们，哈利路亚。这时候呢，我们要继续的为教会的传福音来祷告。好，我们祷告教会不要因为疫情没有办法实体聚会而忽略了神的大使命，我们要求主继续的敞开福音的大门，以致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能看到更多的灵魂得救，我们要看到主赐下创意的方式在各个教会的里面，我们要看到福音不被拦阻。哈利路亚，我们这时候我们一起同声的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我们拿一点时间我们在方言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求圣灵再次把这个突破，把这个传福音的突破的恩典力量加在每一个弟兄姐妹们身上。哈利路亚，我们用一分钟时间，我们用方言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宣德拉拉巴空不用多拉拉巴亚尼，哦拉巴亚德拉拉巴苏里亚德拉拉巴卡巴巴巴亚尼，苏里亚德拉拉拉拉拉拉巴空不用多拉拉巴亚德拉拉巴空不用多拉巴苏，哦拉巴亚德拉拉巴空不用多拉拉巴苏里亚德拉拉巴卡巴巴。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求你再一次来怜悯赦免我们，主，我们亏欠你的恩典，主，我们在传福音施工上，主，我们亏欠你，主，主，我们真的祷告再一次的主你来怜悯，主啊，你再次施恩，主，
我们主在说，主教会在这里，主，我们不要因为疫情，主啊，停止传福音，主，我们不要因为疫情，主啊，使到福音不能够，主啊，款传，主，主，我们祷告你赐下，主啊，你的创意的方式在每一个牧者领袖弟兄姐妹们的身上，主啊，继续把这个传福音的使命，把这传福音的负担加在我们的里面，主，让我们，主啊，不因为疫情而惧怕，主，主，让我们勇敢的，主啊，把你的福音传扬出去，借着你奇妙的方式，借着媒体，主啊，借着网络，主啊，你开启这个传福音的门，在众教会的里面，主，主啊，我们知道，主，这次时候，这个季节是收割的季节，主，主啊，你为各个教会敞开这个福音的大门，主，主啊，我们呼求你，主，让我们去抢救更多的人，像你对彼得说，主啊，我们要得人如得鱼一样，主，主，我们祷告你，我们在这里，主，你差遣我们出去，主。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哈利路亚，你有感动我们开口为教会的传福音，这个快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给我们智慧。主，当我们被限制的时候，主，你却要使突破的恩膏在我们身上。给众教会智慧，主啊，让我们，主啊，能够，主啊，把福音传出去，让我们开始去爱灵魂，主啊，主给我们这个心里愿意的心，看重的心，哦，看见灵魂一个个，主啊，面对疾病的威胁的时候，主，我们更是要把福音的盼望给他们。神啊，主啊，我们祷告你来怜悯，主啊，怜悯我们教会，怜悯众教会，怜悯这一个我们荒度的这一个漫长的主这一个两年的时间，这一个一年半的时间，神啊，我们祷告主再一次的来动工，主在你教会当中，让福音这一个使命的负担再次临到你的教会，主再次来爆发，主啊，这个福音的主这一个的哦，这何尝的工作在我们当中，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哈利路亚。感动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是的，主啊，谢谢你，主。Amen， 哈利路亚，谢谢你，主。是的，主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教会就是耶稣基督你的肢体。耶稣就是教会的头，主啊，我们也谢谢你给你的儿女们那个传福音的大使命，在每一个儿女们的身上，我们要顺着，我们要顺服主啊你自己的心意，我们要把这福音广传出去，让这还有更多的灵魂能够得救，让还未认识你的这些的人都能够得到这个救恩来临到他们，并且领到他们的家人，让我们更加的爱我们的邻舍，让我们更加的在我们的职场上，我们能够把福音也传开，让我们也谢谢你，我们借着这个科技的发达，我们也能够透过这个线上，我们能够把这些见证传福音的见证，或者是一些的神你自己的话语来传给这些的还未认识你的。我们相信主啊，你的你要做新事，在这个时候，就是要把这个福音来把这个福音的种子撒在他们的心里面，并且他们要得救。我们要谢谢你，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宝贵名求 ，Amen。Amen，